我甚至感觉我可以出个驱魔刀，这样子走飞。我躲上去，我没吃到驱魔刀。我不信他妈想起来，他这两个刀很多。 我感觉他妈带不带点火药可以单杀。他动英雄要跟我血拼呢，我觉得这样子。他是上来跟我血拼的。毒丸皎月的宗师，两个刀兄弟。补刀烂了，四个刀兄弟，这宗师他妈四个刀兄弟。 这他妈老子带点火就好了，我感觉带DD他妈差一点伤害，总感觉他妈要死在这里。刚才说我想打那个球稳了，开不上啊，没看懂啊，打的好稳了。一般蓝枪打雕也不好打的，所以我老子带个DD想发育。而且我也不懂对面打野是补位啊，总感觉差那点火怪怪的，反正总感觉不太想上了。放松，伙计。 这把必出一魔刀，对面中上 AP 那个辅助也是 AP 啊！扛住吧，扛住吧，不能让现金塔，不然我要中刀。压他，压你七个刀。试试我。等一下推不及啊，等一下随便打。 突然一魔刀真的是随便打，要点火不好打。铁石也在有个点火啊！降职走位，我降职走位啊！杀不死啊，兄弟！ 回去没意义啊！我用骗他放Q出来，让他推把线推过来，先发育一下不急啊，最好憋个影魔刀再回去。骗他放 Q， 然后让他把线推过来，安颗药，打够钱就回家出来直接打。我出完影魔刀出来直接打。 对面折地有魔法伤害，出了很正常啊。这把出一魔刀很正常啊。这样子，麻烦不断。要不不贪线了吧？算了算了，不贪线了，不贪线。 不敢出来，我直接推吧，不想控了。我推的话，我可以出影魔刀，我控的话没有意义。我控的话，他出来我没有影魔刀，等一下回去要亏。我直接推过去，他还是亏一波线，控线没有意义。我也需要回去补给，我控线没有意义的这波。敌方应该带大一波，我应该带大一波线的，我能把这线清完了。
不然要少几个兵，无所谓。出完有没有刀好打？我压他，目前压他十个刀，压他等级，我等级压他，目前压他十个刀，是这样子的。他妈有带点火就打了，没带点火，我应该带点火的。你在玩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带点火？为什么不带点火啊？小月急了是吗？我是优势补刀比你多，你急了，加你十来个刀啊！急没有？我等级也比你高一点点，他妈多个点我不想打。兄弟来捉来捉来枪掉啊！我不打，我不想打他妈，感觉少个点火，怪怪的玩的。我就感觉少个点火，怪怪的。再说拼得过吗？但是我个羽毛刀，我感觉他妈不带点火，感觉怪怪的。反正我觉得后期好打。我可没有挂。就是现在兄弟，来干嘛？高傻呢？他妈来了！他妈有个人啊！确实没有人就好了，确实有个人，他妈的，先烂了！确实先烂掉，确实先烂掉，有个人啊！我操！炸两波线了，这波胖子线要进塔，他妈的，炸两波线。应该直接走的，大两波线了，我操，大线了。把头埋低，带点火也好，我觉得带点火他们也很。我知道打打野来帮我，不出羽毛刀，那螳螂也死，我感觉。如果打野真来的话，我不出羽毛刀，他也死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妈亏线了。能拼起来吗？加血啊！麻烦不断。我他妈往哪里走，走不掉，兄弟！这他妈没杀死啊！我感觉我操，我走不掉，跳上去他，我一上去他孤立无援，跳上来我要死啊！那我要往哪边走？我一上去他妈他一上来我也要死啊！那他哪有意啊？我不是人，我怎么不是人？我哪里不是人，兄弟？那我往上面走，我一上去他一上来孤立无援，我也是死的。我只有在蓝 buff 那里打。感觉出羽毛刀真的是伏笔啊！我不出羽毛刀乱杀、啊，根本这羽毛刀连着两次都没有用了，他妈真的是伏笔！我出穿甲，刚才那几个都死光了，就是差一点伤害啊，就是差伤害，我感觉血量都是满的，就是差伤害。这羽毛刀他妈伏笔的，伏笔来到了。
不急不急，根本不用急啊。哦，他妈别带节奏啊，兄弟！请不要带节奏，谢谢！请不要带节奏，谢谢！请不要带节奏，谢谢！我想发育真的打后期再帮我自己找节奏，别来带节奏，去下步行吗？你不去下步啊？做掉你啊！给个头啊！但是他妈你刚刚太难受了，他妈死了没红包很多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打，不急。觉得走运吗？慢慢打，不用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五倍的，我操！五倍 AD， 从枪法开始，我真的他妈不想带 TP 的，带 TP 太蠢了，我觉得。我他妈有实力，我带 TP 干鸡毛啊！真的从枪法开始，我不会再带 TP 了。我就带点火打对线，就带点火打对线，真的带点火他妈都打得过吧？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小丑螳螂会来捉我吗？是脚本吗？也不是啊，那 AD 说的。人家也不是脚本啊，为什么那 AD 说他是脚本呢、啊？也不是脚本不分，我是五百。失误了，失误了！我刚才如果再等那个，再等那个屏障再晚一点，我再 A 的话，我死不了。那塔刚才有小兵不会打我的，那屏障他妈不是两秒吗？感觉像四五秒一样的屏障，这屏障像四五秒一样，那折地有点不当的，不当爷爷是人呐、啊，爷仔。不当爷爷是人呐、啊！别急别急，我来吸啊！文哥吸，文哥吸，文哥来吸，稳住！他妈逼，他妈逼，稳住，好吗？文哥吸，文哥吸，他妈逼，稳住，好吗？你在玩什么呢？安心吧，一边一条龙啊！小应该打不赢我们，我就算少个点火，他也不打不赢我。往中路靠，或者我带下也行，带的时候打得赢他吗？这装备多他两个小剑，少个鞋子，雷托多他一个小剑，但是我老子少个点火啊！狗脑子，狗脑子，五十了，他妈狗脑子，兄弟，说的，他妈的有点狗脑子，有点狗脑子，我也好像也没有失误，我觉得好像也没失误，也没有失误吧，他一来一去的，他妈的我不好判断了，说嘴，他一来一去，老子不好判断了。有个点火，那塔打五百了。我不出装备了，不出装备了，我直接出1300了，出那暴击感觉一律不差。我直接憋钱出暴风大剑就行了。
帮队友手下中线了。没闪没闪，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至少我打得赢就行，至少我打得赢。现在对 这把对面我们打团，我觉得好打。刚刚五杠零，准备踩头啊！准备动手，准备踩头啊！刚刚没打，快点快点，准备动手啊！在这里兄弟，在这里要过来，呜、踩头了也踩，在这里啊，确实踩头，呜、踩头没闪的，死不死？我看你今天什么话，我看看你。慢慢打不行，我来吸就行。建议走，我的建议是走。打不了，打不了。他妈拆中啊，兄弟，这样子不去拆中，全部带下路拆中有了。觉得我吸的刷个吸，没吸刷没吸，谢谢。如果觉得吸，请你刷个吸；如果没吸，请你刷个没吸。我觉得吸的，吸就刷吸，没吸就刷没吸，吸没吸大家说。我觉得现在我要开始吸了。整个收集者打这么小龙团了，我们上路也很小心。目前三杠一，我不信你想输，我也不想输。兄弟，零视野是吧？样子零视野，对面要开啊！怎么不看视野啊，兄弟？都没有打龙啊，不行，只能给的都没人过来啊。哎，你好，他瓦油，他瓦油。我操！你在望？为什么呀？那龙应该是没了吧？我提到上，肯定螳螂一个人不要把龙秒了。龙应该是没的，螳螂一个人过去应该秒掉了。大节奏，准备躺掉。把头埋低。我降职走路，能秒掉吗？感觉秒不掉啊，这大龙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的第一名还只是作为一个客人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
啄掉啊！撞！好撞啊！好撞啊！绝尘系的刷新，梅西双梅西，我这一个渴望全部死完他。从现在开始到我吸了，温哥马上站起来吸。给我吃点机器啊！给我吃！谁出重伤了？大家说我要出重伤吗？就没几个回血的，我出重伤少点攻击力，我如果带点火就不行，不然乌鸦一直回血的。谢谢 南京小唐人送的血瓶机。那个刷不是兔子吸，那我没吸吗？我就问你，我没有吸吗？我没吸吗？我他妈是打伤害，我没消受是吗？刚才快速反应，快速搏枪，然后闪现把那个大刀躲了，不然我被拉死了。那个小兵把我控住，我交闪交慢，我要死。八点了，我卖掉这个。麻烦不断。他说这折地是脚本，大家觉得折地是脚本吗？我爱向你问好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为什么我在消毒的时候没看出来啊？我在消毒的时候，我那个 Q 的能中了 AD， 我没看出来啊。我有 TP。运吗？我在下路我都感觉能 Q 到他，我怕后面有人了，总感觉有人用你上不上，上了他就死，我怕有人反复，他打不赢我的，我重伤了，我一套能秒他，只要贴他脸，我能秒他的，我总感觉螳螂可能在啊，螳螂没在地图上呢，我怕上了有，我建议不上了。我 TP 不能用啊，留着帮下路。真的，我觉得有人他不可能打得赢我的，只要被我贴一点近身，他直接死了，必死无疑啊，必死无疑啊！我伤害很高的，只是没有贴点。快点！怎么说？装掉！装掉都不是脚本，他妈的瞎说！人家都没开脚本，他妈东赖西赖啊，也改。酱子东赖西赖。呜叫！酱子东赖西赖，他妈人家都没开。打太极了，打太极了，确实和那个东方树叶打太极一直跑厕所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确实和那个东方树叶尿急打太极，老是跑厕所，不懂什么鬼。你在玩什么？我没事，应该是样了。打完球，等我个大姨妈刀出来，等我个大姨妈刀直接拿下，来杀的乌鸦兄弟，佛陀蜜过来杀的乌鸦，来剁掉你，把你踩头啊！
试试我吧。别带错东西，上面把你收了。不打不打，别打。棍子不在。别死哦，兄弟，别死人了，别他妈这样子搞啊！八分不断。这把必须拿下。裂飞，我现在插到银血，要不吃这面的红吧，这红很关键，好像也不好拿，算了不去了，感觉有红总感觉不好打，我感觉那个红 buff 也很关键的，真的很关键，大龙 buff 下面一个就是红 buff， 很关键的，而且是五个人的版本，杀掉，左雕。哦，黄毛被踩头啦！不要急啊，没人跟到了。黄毛不被开这把赢了，我操！黄毛被捉掉了，交交交，出来打出来打，这边少 ID， 我他妈出单就出来啊！给大家开三连四，抽个500，中间页面的 G 可以支持啊，谢谢！1块钱抽500，做永远的好兄弟。没带粉的牌的爷爷可以花个1块钱卡粉买金枪，带他们牌你就是爷爷，爷爷就是你。可以支持一下二孙子，谢谢感谢。可以卡个粉的牌啊，有支持的兄弟可以支持一下，可以卡个粉的牌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没有人吗？一起走那场了，没有无敌无缘没有用。快跳走！阴到你，出个水印。玩什么呢？等我等我，上电视1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牌的也可以卡到粉牌，谢谢感谢，可以支持一下。中下也没人气。等小龙团吧，等小龙团。这手上路没有意义啊！别死人了，我害怕。队友叫我去守上，我感觉不想守了。对面不会拆我，别死人，别死人。上电视1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牌也可以支持下，谢谢残人数很少，我可以卡到粉牌支持下，感谢。做永远的兄弟，做永远的好兄弟。我今天先吃红啊，这红 buff 就等于半个大龙 buff。别急啊，我吃个红，所有人都能加状态的，别急啊，对面没拆。不要捉鸡，不要捉鸡。不要捉鸡，
半夜鸡在睡觉，不要去打扰鸡在睡觉啊，不要打扰鸡睡觉，谢谢鸡，不然白天叫不起不来啊。半夜鸡都在睡觉了，半夜好多鸡在睡觉，你去打扰它们，早上叫不了。有些鸡半夜叫的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有些鸡白天叫，有些鸡半夜叫。有些鸡白天叫，有些鸡半夜叫。我水晶石。当天是最后七分钟，一块钱抽五百，没带粉牌也可以支持，谢谢才能入粉手，可以卡到粉牌支持一下。最后七分钟。样子怎么？不行。样子怎么？等这个小兵抬上去。最好的魔闪，好操心。五开炮。打前排掉上去。五开炮。人打。哦，不着掉。样子着掉，我有 TP， 有 TP。我没大龙 buff， 他把我踢过来啊！打不了啊，算了算了。出银血，下波出银血啊！不出复活甲，出复活甲没有用了，出银血才能赢。银血一定比复活甲强，除非你不出影魔刀，可以补个复活甲。好紧张哦，怕输啊，真的。你在玩什么呢？目前490多，刚才被喷了两把。目前刚才被喷两把，现在490分，我很紧张，我害怕输啊，我很害怕。换灯了。当天是最后5分50秒，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牌的一夜可以支持，谢谢三人数很少，可以卡粉牌支持。有经常来看直播间的一夜，有经常来看我直播的一夜可以支持，谢谢。最后5分40秒，可以卡粉牌，谢谢，感谢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要不等大龙吧，我感觉，或者闯关中也行。那折地也发育好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。他妈预判，我不知道敢发。他妈战神啊！呜、哦，说对说对，说对！要不确实急了，不急就好了。但是怎么说，全部残。拿下！又重回500分，又重回500分。所有的兄弟刷个加油，谢谢。这把我吸的刷吸，没吸刷没吸气。如果吸刷个吸，没吸就刷没吸，确实吸了，没吸就刷没吸，吸就刷吸，又从。